高，直接小鸟依人。好可爱。那你是蒙古人？对，我来自蒙古。听风姐讲话是听得懂，你听不懂吗？我有两个外国人，所以你们会有文化上面的差异。其实我在台湾长大，所以我今天是台湾。真的？你现在混血？哦，我屏东会苗栗，讲你的口头禅，超了一个口头禅，林颖会学啊。有一次，他狗狗跟他生气了，狗狗都没有进去睡觉，他就回房间自己哭哎，然后凌晨五点才回房间。这个没有办法跟女生讲，对，绝了。这个比较少，这个比较少，真的啦。这个比较少。好。好啊。